去年初秋，我在彩村，洱海西岸的一个小古镇。半夜呢，房东约我去打夜鱼。我们两个人一条船，漂在海面上，银河就坠落在头顶，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是属于我的一样。太美好了，你真应该看看。好，我可以给你投资。没看出来啊，你约我出来是为了谈合作。你别误会啊，出钱的是我爸，我有什么厉害的呀？哎，我连我自个儿喜欢的人啊，嗨，说这个干嘛呀？我觉得你这个理想啊特别好，我呢愿意为你实现那个理想。那你能跟我一起去吗？去哪儿？本来我没想说，但结果不小心就说出来了。说实话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对我的人生规划就只有我一个人。但是我现在会不自觉地想，大堂设计你会喜欢吗？这么好的风景，你要是能看一看的话，就太好了。我不是一时兴起，是真心想邀请你。这是我的设计稿，这是大堂设计。我准备采用庭院式风格，扶梯呢，我准备用西班牙的米黄运饰，廊盒呢就用铁花和钢丝，运用智能家具，放弃传统式前台。尤其是这个回收垃圾啊！怎么了？不感兴趣？不喜欢？确实是有点。我的错，不好意思。咱们聊房屋内部设计，这个你肯定感兴趣，这个最浪漫，你肯定会爱死这个设计啊！你看啊，这个床旁边呢，我不准备用这什么蝶花啊、玫瑰花都不用，太单调。咱们用什么？用 LED 屏幕。里边放什么呢？流光溢彩，这样多好。你打住吧啊！我呢要回去上班了，再见。